没出息的东西。别了，让我再歇会儿，我太累了。起来，没出息的东西。我不是。又是做噩梦。确定这家没人？我观察了我好几天了，就看到一个女的早出晚归的，没有其他人。走，走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。对，天池湾别墅 A152栋，有人入室盗窃。这家怎么这么阔呀？好像还挺有钱的。走。神经病！受伤没有啊？妈妈看看。东阳会，是我，就是他们两个。这是谁捆？我捆的。你还真行，怎么发现的？家里还有别人吗？我儿子在家。你老问我呢，你应该问问这两个贼。
给你洗了。不用，你抓紧时间收拾一下，赶快上班去吧。啊，也行，那您放盆里，回来我洗。快，上班去。爸，饭我做好了，您记得热一下再吃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好。对了，那个，你少喝点酒。我知道了。嗯。怎么了，憨憨？你没事吧？我做了个噩梦，两个贼说我是窝囊废。憨憨，你没事出去走走，锻炼锻炼身体，别老玩游戏。我不想出去。憨憨没事吧？没事了。你这公司家里两头跑也不是办法，要不给憨憨请个保姆吧？他不肯请啊，从小都是外公外婆带大的，这孩子跟陌生人根本就合不来。那怎么办呢？他也不可能一辈子都依靠你呀。就像他的外公外婆走了的时候，他多久才恢复的？他到现在都没有恢复过来，要不然怎么还赖在我爸妈家不肯回去呢？表现有易怒、自卑、多疑、胆小、孤僻等症状，是吧？从这些症状上看啊，孩子要想出息，那就需要进行长期的心理干预了。没事吧？啊！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
阿姨，您请坐吧，我给您倒杯水去。不用了，我走了。照顾好你爸爸。 参加这个格斗比赛吗？是。那你出了这个门，就永远不要再回来了。如果我拿不了冠军，就不回来见你了。这盒巧克力送给你。那你就永远不要再回来了。 他上夜班，还没回来呢。他在哪里工作呀？阿姨，您……哦，我跟马伯乐是多年前的朋友，只是很多年都没见面了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叫欧阳慧。他在工厂上班。哦，那他还有多久能够回来呢？应该快了吧。 但是，我上班要迟到了。阿姨，要么您下次……行，那我改天再来。嗯，好。爸，你回来了。 怎么了？啊，你上班去吧。哦，阿姨再见。
马伯乐，你就没什么好说的吗？你说话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你走吧。22年前，你说要去打拳赛，一个拳赛打了22年吗？一下子走那么长时间，我还以为你死了。你死了倒好了，你干嘛又出现在我的面前？你就没什么好说的，就解释了吗？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真的没什么好解释的。楚一哥，我有事儿要出去一下，经理来的话，你帮我跟他请个假吧。好吧，你走吧。谢谢。爸，早上来的阿姨是您的初恋？您一定把她伤得很深吧？我觉得找机会你应该和他谈谈。而且，我也不想再见到你。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不见。哦，对了，把今天所有的预约都取消掉，我谁也不见。
出租车。这儿来了，下午我去找过您，可您，所以我就跟着您到这儿了。对不起，你还是回去吧。阿姨，我想跟您聊聊我爸的事儿。你个死胖子，说谁窝囊废呢？啊，还打我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！千金。来换鞋，谢谢阿姨。憨憨，憨憨，家里来客人了，你帮我招呼一下。我去冲咖啡啊。谢谢阿姨，不麻烦了。不麻烦。婷婷，婷婷，姓什么呀？姓张。你是我妈的员工？算是朋友吧。你喜欢打拳？哦，没有，闹着玩的。你是二次元男孩？什么意思？喜欢生活在二次元世界。哦。这都是我崇拜的超级英雄。你想当英雄好汉？当然了。哎，你觉得我找个师傅教我打拳怎么样？憨憨，妈妈有话跟婷婷说。来，喝咖啡。谢谢阿姨，过去坐吧。婷婷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阿姨，其实您第二次到我家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您和我爸的关系了。刚才听你说，你姓张不姓马，是跟了你妈妈的姓吗？都不是。您今天在我家楼下和他的谈话，我都听到了。我的亲生父亲和现在的爸爸是多年的对手，现在的爸爸一直输给我亲爸。22年前那场比赛是他们俩的最后一场比赛。虽然我现在的爸爸赢得了比赛，可我的亲生父亲被打成了脑出血。再也没抢救过来。那你后来怎么成了马伯乐的女儿呢？我亲爸死的时候我还没出生，出生的时候母亲死于难产，由于他们俩都是孤儿，所以我也成了孤儿。可能现在的爸爸觉得心里负罪吧，是就领养了我。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因此而怪过他。这些都是马伯乐告诉你的吗？是我无意当中发现了领养证，他才告诉我的。原本我姓马，可当我发现了这些之后，他执意把我改回了原来的姓。我记得他原来是不喝酒的呀。为了抚养我，他什么活都做过。可能酒精能够排解他太多的不悦吧，慢慢的，他就染上了酒瘾。阿姨，今天我来是想替我爸给您道歉。婷婷，没什么好道歉的。那么多年都过去了，我已经淡然了。
既然你已经淡然了，那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呢？阿姨，您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我给他什么机会啊？刚才憨憨说他想学功夫，我爸爸可以教他。他？谢谢。欧阳，我对过去的事情向你道歉。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吗？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你一躲就是22年，你就知道你心里的痛苦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苦吗？要不是那天在路上撞上你，你是不是打算就这么一辈子躲着我不见？说那没溜的话了，以前的账我先记着。马伯乐，我想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帮我管教管教儿子。儿子？我不能有儿子吗？叫他，他就死了。儿子怎么了？懒惰、消极、颓废，宅在家里，不爱运动，还是个吃货。不是，怎么会？做点什么？到我家，当我儿子的师傅，教他打拳。行。老马，你的酒。憨憨，憨憨，妈妈跟你说话呢。啊，你说。我给你找了个师傅。什么师傅？
他是妈妈大学同学，获得过全国综合格斗比赛的冠军，也就是婷婷的爸爸。婷婷爸爸。小心摔坏了没有？来，起来。有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慢点慢点，起来。你坐的时间太长了，知道吗？有。什么破体格？来，快过来趴着。妈妈给你揉揉，哪儿疼？这儿。右边。好。好好趴着啊。看看孩子，看他是不是个打拳的材料。你又喝酒了？啊，我喝没多。没多是吧？那你告诉我，你是谁？我是来教孩子打拳的师傅啊。我是马伯乐呀。马伯乐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请你来是让你帮我管教儿子的。你什么鬼样子？你先回去吧，酒醒了再说。哎，走。交给你，你千万别给我搞砸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以后肯定不会再这么喝酒了。要做好韩寒的师傅，你必须先做好他的榜样。我明白。不过，这孩子要真有出息。我也得跟你立规矩。什么规矩啊？夜访三章。哪三章？不准干涉训练，不准袒护孩子，不准半途而废。我同意。憨憨，这是妈妈给你请的综合格斗教练马师傅，他教你功夫。妈妈，婷婷怎么没来？我来给你当师傅，还得带婷婷来。啊，我爸跟我说了，你是全国的格斗冠军。是啊，那你露俩手。露俩手。啊。行。看。看拳。啊。滚。这小心点。哎，停。别打着了。停。啊，行行行行。啊，行行行。不错，你这师傅我收了。我，他收了。这不就跑个步吗？有什么的？老马，有没有点新鲜的？不说话，保持速度，先跑一个小时。累死我了。
怎么了？老板，水不能喝。为什么呀？不就是跑个步吗？有什么新鲜的？休息十分钟，再跑一小时。啊！快点儿！哎呀，累死我了！怎么了？热死我了！热。行，我给你消消暑。叫什么呀？不热了吧？快点！哎呀，叫什么呀？洗完澡了。嗯。哈哈，你要加强耐力训练。咱们做个简单练习吧。还练啊？都练一天了。哈哈，刚洗完澡，别折腾了啊。还记得那天我做的那个冲拳的动作吗？这个。对。摆上。保持不动，我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。你可真够扯的，这叫什么训练呀？不干涉。来吧。这样吗？嗯。不动。开始。不到两分钟啊。那老马，你能坚持几分钟？试试看。试试啊。来了。开始。
动不动啊？眼睛动不动啊？真不动啊！哎，太无聊了。老妈，你站着吧，我玩会游戏啊。帮我盯你怎么还站着呢？哇，一个小时了。妈，老妈真厉害。行行行，我服了，我睡觉去了啊。今天我们来掌握一下实战姿势。实战姿势在散打中又叫格斗式。脚尖内扣，后脚跟提起，左拳与肩同高。啊，要有力。腿自然弯曲，稳住。没劲儿，右拳是保护下颚，不要贴着下颚。啊，我让你冲拳了吗？下个微收，微收。干什么？不能打吗？你热身了吗？受伤怎么办？热身去。有事吗？你训练不让孩子戴上手套，你在练什么？我们在练基本功啊。那也不能流血啊。这是在拳击，不是在绣花。那也不能受伤。我在磨练他意志。你太狠了你。咱们可是有言在先的啊，你不能干涉我训练。你少拿约法三章跟我说事儿，你这是虐待孩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太没有人性了。给我听着，今天的训练
到此结束。儿子，让妈妈看看。你在干涉我。疼不疼啊？啊？妈，我扛得住。我说怎么到处找不着他呢？躲这儿睡觉呢？他可真行啊，居然把酒装到矿泉水瓶子里了。涵涵，去拿两瓶水来。喝！酒，酒，酒！妈，这么对师傅，是不是太狠了？恶习就得遏制，不能心慈手软。规矩了。签字。干嘛呀？借酒承诺书。你看不明白吗？不至于吧？少废话，赶紧签字。我也要跟你约法三章。行，我尽力吧。为了给韩寒练胆识，我要带他去峡谷漂流。这可不行，韩寒小时候在游泳池差点淹死，他非常的怕水。怕什么呢？才得练什么呀？那我问了韩寒再说呗。明天我去准备漂流的装备。我问了你再去买。是你定啊，还是我定？要！哎，上！坐好！坐好！哎哎哎哎，你们怎么不上？
放心吧，我跟你妈坐这条船，在后边保护你。快点跟上我！哎，船上有桨，拿起来。啊！啊，小心点儿！你让他一个人跳楼，这合适吗？不行，咱们坐这个，赶紧走。哎哎，就得让他自个儿来，要让他摆脱心理依赖。我们这是在训练。啊啊啊！救我！快点快点，去跟你爹憨憨，快点！哎呀，你看你，也真是。你快点吧。这有什么好紧张的？这里没什么危险。跟你分手后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我想去找你，可是找不到。后来，我就把孩子生下来了。你不觉得憨憨跟你长得很像？这些年，你一直都是一个人。我不想憨憨受委屈。我呀，委屈你了。这些年，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能看好憨憨。
涵涵，你不是想当功夫侠吗？有个综合格斗俱乐部，搞个挑战赛，如果你要是能在那儿拿到名次，那就真的是功夫侠了。真的？嗯。那从明天开始，我加强训练。有种，行，明天我就带你去俱乐部看看。头号种子选手周一雄，涵涵，有没有想过打败周一雄？啊？按照我的训练计划，再加把油，打败了周一雄，你就是优秀的拳手。嗯，走。高大腿。加速！加速！好，我说，开车。我行，我就一定行。那你就好好的听师傅的话，好好练。来，加油，马伯乐。找不着你师傅了，我们自己去吧。师傅不在，我这心里没底儿啊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们走。儿子，你平时训练没那么差呀。师傅不在，我这心里全乱了。这个混蛋！哎，涵涵，
老马，就是因为你出去喝酒，我才被打败的。不对，不是因为我去喝酒你才被打败的，是因为你自己打败了自己。我自己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摆脱心理依赖。我告诉你，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拳手，你必须抛弃一切杂念。我不学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学了。也对，就像你这样的窝囊废啊，再练十年也没出息。你说什么？窝囊废。你再说一遍，窝囊废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不许打你爸。去看你比赛，是为了让你人格完全的独立。他染上酒瘾，是因为我爸的事儿，心里负罪太多。涵涵，我们都22岁了，男子汉应该顶天立地。我们一起帮爸爸戒掉酒瘾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接受不了这个爸爸。那你还承认他是你师父吧？你看你，你是不是也太冲动了？我看见儿子打爸爸，实在是忍不住。可是你这样，你让我怎么跟他再相处？涵涵长大了，他迟早有一天要面对这一切。如果他不接受你，那只能说你们父子之间的缘分尽了。妈，师父最害怕什么呀？师父，想喝酒吗？喝酒？你不是最爱喝酒了？让你戒酒，我戒不了。行，你记住，从今天开始，只要你一喝酒，你的酒瓶子里一定有虫子。你，
这是在训练，这是在报复，这是训练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不练了。好，我也不想陪你玩。憨憨，你别晃来晃去了，你把妈妈的眼睛都给晃晕了。来，坐过来，听妈妈跟你好好说说。憨憨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今天的进步，跟师父的付出是分不开的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生他的气。我没想放弃。都是他逼我的。憨憨，如果你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，那你根本就不可能在比赛中取得胜利。你不可能永远只做一个男孩。你现在是一个男人。但爸呢？睡觉呢。哦。
妈，好香啊！难做了。哎，不许用手抓啊！师傅还没来。哎呀，这面包烤的可真香啊，馋死我了！妈，凭什么他能用手抓？谁让他是你师傅呢？徒弟，你先请。师傅，您先请。来，您喝粥吧。记住，周玉雄这个选手啊，出拳凶猛，你一定要想办法遏制他，强攻压住他，打出你自己的节奏，要让他跟着你的节奏走。就好多了。婷婷，如果我打赢了比赛，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？男人成为大树，女人才好乘凉。哦，我懂了。还有，打赢比赛不是目的，重要的是大家看到你从懦弱当中走出来。各位来宾，今天是我们蓝天俱乐部最重要的一场比赛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今天我们的挑战者是一位大家并不熟悉的业余选手，名字叫做欧阳憨，人送外号憨宝宝。而我们的应战者是我们俱乐部的种子选手周一雄，人送外号笑面虎。先生们、女士们，请你们跟着我一起举起你们的双手，为我们的选手呐喊助威吧！第一回合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下面有请我们的场上裁判。嘿，比赛开始了。两位选手都非常小心，出拳非常的谨慎，刺探着对手。大家似乎也能看得出来，这可能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。从目前来看，对手一个包摔在地上，憨宝宝可能不了解对方的长处，就是这样跟对手近距离的搏杀。
是被打坏了。大家也看到了，憨宝宝也想采取稳扎稳打的防守打法，可是对手并不想给他这样的机会。对，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了，双方选手进入休息阶段。待一会儿我们要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，经过上一回合的比赛呢，加油啊！各有千秋，但明显周玉雄这位选手他的进攻方式呢非常的猛烈，那我们的挑战者憨宝宝明显采取的是防守的打法，今天我们的挑战者能否逆袭成功呢？就让我们稍后观看第二回合的比赛吧。避开他的优势，往下走，锁住他。好，那我们马上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。嗨，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。最想感谢的人是谁？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师父。那您下面有什么计划吗？继续加强训练，然后和我的师父一起迎接更多的挑战。那您觉得您可以完成吗？我相信我可以。那您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？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我的爸爸还有妈妈一起回家。儿子，我想吃寿司。好啊，前面有一箱。